姥姥，你这切砖头干嘛？傻小子，这个巧克力姥姥给你泡的好吃的。就你这么连你会做吗？臭小子，你等着，瞧不起姥姥是吧？姥姥，这巧克力化成这什么样子，怎么吃啊？姥姥装了空气巧克力，你没吃过吧？就你还空气呢。姥姥，你这肯定很好吃吧？你小子不是嫌弃姥姥吗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哦。姥姥，上次姥爷送你的第二钻戒，借我去表白呗？傻小子，第二钻戒男人一辈子只能定制一枚，代表用一生爱一人的承诺。那是姥爷用身份证给我定制的。再说了，第二钻戒是婚戒，不是表白礼物，要慎重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们这么恩爱。嗯，哇塞，姥姥，嘴里全是空气的味道呢。